拜拜最近正在首尔举行演唱会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。近日，一家韩国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重点介绍了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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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他们的受众粉丝。在媒体的分析中，暗示到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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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顶级三大女子组合 BLACKPINK 和 TWICE 更不受欢迎，尤其是在海外表演方面，但强调了团队的独特性，表示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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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K-pop 女团中拥有与众不同的情调。尽管其所属公司 SM 正在打造他们的旷野世界观，但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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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。当其他团队走进虚拟世界时，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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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迷于经典美，在 Feel My Rhythm 的 MV 中向名画致敬就是一个例子。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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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像是一个想要成为独一无二而不是出名的组合。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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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其他具有特定形象的女团不同，他们的氛围会根据扮演 center 角色的人而发生的变化。如果把占有古典美的艾琳放在中心，感觉就像名作。如果全能选手江瑟琪坐在中间，队伍会特别平衡。而当温蒂出场，六块巧克力一般的腹肌和唱功震惊全场。当清爽形象的 Joey 出现时，瞬间被他的笑容融化。可爱的 Monet Yeri 则知道如何创造和填充空间之美。凭借这种魅力，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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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粉丝圈里有很多女性。事实上，与其他女团相比， B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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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女性粉丝比例远超男性支持者。所以，这种不可或缺的经典美感是不基于大众性，而是有自己色彩的 Bad Bad Bad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